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，妹就是财气的台北，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尬台，妹啊拉财妹拉财妹要对拉财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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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对拉财妹拉财妹有人是发布会好意我们不说价，说价，干完再坐下，都坐下，给我一盘下，看我赢光你的衣服全部都脱下。